糖为基调，再加入枣泥核桃，增添香气与口感，绝妙的风味不容错过。再将黑糖啊搅拌成为糊状，经过烘烤塑形，就是小朋友最爱的黑糖糕了。退休的老师素月师姐，平时就喜欢研究小点心来跟人结缘，今天就要分享两道拿手的糕点哦。现在新四派天空对战来欢迎我们这位。小朋友最爱他，他也最爱小朋友的张素月老师师姐，您好，爱珍师姐好，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。为什么我要叫他老师师姐？因为他本来是老师，是教联会的老师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现在呢，退休下来落实社区，变成师姐，所以就是老师师姐，而且还是。1999年的第一期的种子教师参加培训，那个时候是南部第一期。对，哇，好棒啊，资深哦。好，而且呢，最可爱的是带几年级？都是一二年级比较多。好可爱哟、哦！低年级的小朋友呢，好带吗？刚开始一年级比较不好带，不好带是因为讲什么？他听不太懂，对是不是？对对，因为才从幼稚园进入小学，好，那个应该是也有很多很好笑、很有趣的事哈。哎、哦，对，今天是要做什么呢？南枣核桃糕还有黑糖糕。南枣核桃糕很难做哎，哦，但是你觉得还好吗？好做，还好。哦，那我们大家就来仔细看一下，以后不用去买了，自己做哈。我们看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。南枣核桃糕，材料有麦芽糕600克，枣泥600克，五籽黑枣150克，凤片粉150克，核桃碎450克。哇，这里有一盆我的最爱，这个就是核桃。哦，那边有一锅是麦芽呢。麦芽，麦芽煮开了，已经滚了，怎么办？对啊，等一下，枣泥还有黑那个枣泥，那是鱼籽的吗？鱼籽的黑枣，嘿，鱼籽的黑枣。那这个嘞，切碎鱼籽的黑枣，跟鱼籽黑枣切碎。对，那个火要不要小一点？要让它滚，还没滚啊，冒泡的都还没滚。对。那滚，这样子看到这样一锅，让我想起一件事情。小的时候不是有人在卖那个咯咯咯咯咯咯，那个铁罐状，弄了一根棍子这样在摇，有没有？咯咯咯咯咯咯咯，然后就去拿那个铁，拿那个铁罐呐，去跟他换麦芽糖。有没有用根棍子就这样子搅搅搅就可以吃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是枣泥啊。对，枣泥是这个，等下我们换枣泥下去。枣泥去买的吗？对对。好，枣泥这个有小的时候的 feel 了，你这样的卷起来就是跟老板换麦芽糖，就是这种。好，等下我来加最后。好，干了，马上可以吃了。好，现在要放的是枣泥，枣泥买现成的。枣泥，嘿，对，枣泥还有五指的黑枣，黑枣，对，好，现在枣泥要放下去了。然后这个枣泥，这个枣泥是去那个什么面包食品行，食品店，哎，对，好，那我们枣泥可以下去。哦，好，枣泥，然后这个五指黑枣是酸酸的吗？对对，香香的，好香哦，如果买到有籽的，我们自己挖掉。对对对，哇，好香哦。所以哎呦，看那个东西哦，火要不要大一点？对，要不要大一点了？要大哈。找你下去，都要慢火，但是不要太小哦。好，
要慢火，不要太小火，中火是要控制好。然后就这样子把它拌匀。对，要不然用这個，给它做够凉。这也凉哦。哎呀，旋转也凉。这是木就是麦芽，对呀、啊，本来我也是用木头的啊。木头不行，都都粘啊，粘在。那你这个是，你那个是天饭的饭勺，饭勺反而不会。嘿，哦，哎呀、啊，啊，这是什么粉？这个凤片粉。凤片粉，凤片粉。凤片粉要在哪里买？这个是格拉粉食品，你撒、啊，不用了，就这样倒下去就好了。就这样，嘿，这样慢慢的，啊。凤片粉，嘿，那我们去食品行跟他讲，就有对，买凤片粉，凤片粉，葛阿混，他也叫葛阿混，哦，葛阿混哦，葛阿混，哦，葛阿混，那国语叫凤片粉，对，好，哦，这样子把它拌匀，拌匀，啊，凤片粉也是有比例，跟母比例还是看差不多，没有150克。好，要150克。哎，150克。大家不记得的话没有关系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在讲食谱的时候哈，你就按照那个食谱来抄啊。有的师姐说，哎呦，我没复习，没复抄，嘿，不要紧，你现在先写麦芽糖、枣泥、黑枣、凤片粉这四样名字写起来。等一下呢，你再抄他们的那个。多少功课多少功课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记这个顺序就来了。就是，哇，这个核桃你刚刚你有处理过了吗？对对，有先烤过，或者先炒一下，炒香，哎，炒香，或者是用那个烤箱烤。对对对，哎，哇，那把它拌。老师师姐，你这个材料很丰富哎，这个材料。这个材料绝对是比我们在外面买现成的还要，真的还好啊，成本很高哎，这个不能卖，卖的话不来，我们自己，这个自己吃的，就是过年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去买糖果，就是自己做，然后跟亲戚朋友结缘，或者师兄师姐，哇，哎，这样，哎，他们就不用买，好期待你的那个哎，好期待你的那个枣泥核桃糕。我很爱吃枣泥核桃糕，非常爱，尤其是那个核桃。那现在炒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想要请教师姐，因为我们大家最困扰的就是麦芽糖，对不对？麦芽糖买那个一罐一罐的呢，挖不起来，挖到藤席都按的凹起来，还挖不起来。那你通常是把麦芽糖怎么处理？就是先。进一点温水啦，先有一点温水，就是隔水，就是麦芽糖一罐，然后外面是温水，把它浸泡在那里，对对对，它就变软，软，哎，比较倒，就比较好把它倒出来。那你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要不然就是食品行，他买，他用挖，他没有那个大桶的那个，然后他们会挖一斤一斤的挖，啊，挖起来我们拿回来冷冻。在冷冻库，食品行卖那个麦芽糖的，他们有那个帮你挖好的，挖好它是用什么袋子？用塑胶袋。塑胶袋，嘿，对，一斤一斤，一斤一斤。然后你放冷冻库。冷冻库。为什么？哎，然后你冷冻库拿出来就好剥，把那个塑胶袋剥开，那哦，直接就一坨就可以放进去融化，对，哦，这是慢慢融化。那可以请那个食品加工行帮忙把这个先处理好。哎，对对，要不然常常事先做，常常会被打败哈，对不对？被那个麦芽糖这样就可以关火了，可以关火了，关火，然后我们就用在烤盘里面。哇，可以用到这么大？请问这个底下要垫铺一张这个纸吗？对，要铺在底下吗？这个因为它这个是。比较不会怕热的，让那吹柜黑的那个做啊，耐热的，耐热的，哎呀，吹柜那款，哎，准备那个做。哦，这真重嘞，这真重嘞。起码用那个木头的还是不行，还是会粘，是不是？嗯，应该可以的。然后把它铺平就可以了。哎，这不好，还好，还好。哇，很硬。哎，你看，
就粘在一起了，就粘会粘了。真的呢？对啊，所以那个不好用啊，啊这个就不会粘了。嘿，就我试过很多次了。哇，这个真的是要听你的话，这叫内行人。放淀粉哦，给它混，哎，就是煮完安呢就已经熟了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哎，好好吃哦，不甜不甜，就是不甜啦、啊，哎呀，不甜。那个枣泥哈，枣泥卖那个现成的那个枣泥哈，也有卖比较甜的跟比较不甜的。那个烘焙店食品行有卖，我们可以学那个比较不甜的，对不对？我都是说买枣泥，应该枣泥不会很甜，不会很甜。嗯，哎，好好吃哦。今麦我夹在一起修哎，洗热热的，不好意思，再挖一口好不好？好。我再挖一个来吃，热的，从来没有吃过热的枣泥糕，哈，但是呢，好吃哦，好吃哦，怎么办？怎么那么好吃？然后这个怎么办？这样就吃好了，成品了，待凉了以后我们再切，多久以后就可以切了？半个小时以后就可以了吧？哎呀，哎呀，啊这个，啊这样，哎，它是软的呢，软的对呀，多硬啊！然后你这样就可以包装了吗？哎呀，这样子就可以用糖果纸包一下，对对对对，哎呀，好好吃哦，哦有那么好吃，好吃，而且好营养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哎，真的很好吃，我相信哦。你们自己在家做做看好不好？其实比外面买的还好吃，真的。好，不只是这个，我们现在来做黑糖糕。黑糖糕很难做吗？黑糖糕更简单啊，更简单。好，那我们来做做看啊。黑糖糕材料有：中筋面粉300克，太白粉150克，泡打粉12克，莓果干少许，生鸡果仁少许，白芝麻适量。调味料有：细黑糖适量。你们先看一看，这个打开来就叫做黑糖糕，不是烤的，是真的。而且是用什么蒸的？电锅。电锅，想不想学？仔细一看。好，来，好，现在首先您需要什么？一杯半的温水、热水都可以。温水或热水都可以。好，一杯半嘛。修诶，明天工，不用很烫嘛，哈。温热的水到这里面吗？对。好，这也是有比例的哦。用电锅2杯、一杯半，这样有没有一杯半了？有了吗？够了吗？再一咪咪。好，一杯半，一杯半。好，过来嘞。我们先把黑糖，先把它先放进去，放进去。黑糖也是要按照这个比例吗？溶解。要多和少没有关系，多一滴滴，少一滴滴。黑糖不甜，有的人说不甜啊，有的人说比较甜不。比较甜的话，你就放少一点黑糖。吃吃看。对对，好不好？好，吃吃看。哎呀，就是用甘蔗做的黑糖是比较甜，那一下还又用甜菜根据做的是比较不甜。对对，大家自己尝尝看。这样把它搅到融化，溶解了哈。然后我们就放进3:1，有中筋面。3:1，哦。三合一人问正在面粉。中筋面粉，太白粉，太白粉，还有一点点的泡打粉，来这样子下去，3:1，3:1的，好，目前先这样了，好，再来，把它转转转，也是调匀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哎，此时此刻就等它调，调到它那个粉跟那个黑糖都融化哦，你看好漂亮的颜色，是不是好漂亮？
是不是？对。哦，这颜色好漂亮。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，或许做熊妹加几加几点嘛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我可以吃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就先吃咯啊，你吗？哎呦，这来对啊，哥有什么红红的这？哦，就是蔓越莓、哦。蔓越莓就是我们师傅研发的那个莓果干。啊、对，莓果干可以在那个金丝书轩买到的。莓果干或者坚果，哎呀、啊。哦哦，所以就用我们金丝书轩的莓果干跟坚果来做就好。对好，赶快把它盖起来。然后呢，我就要来吃吃看。咦哟，黑糖糕，而且这个。哦，好绵密哦，嗯，叫 Q 味，可是绵绵的，嗯，好香哦，好健康哦，你看这个里面是不是材料很健康？嗯，嗯，好棒，而且没有蛋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对呀，然后，嗯，好香。打到就打匀了，哎，打匀了。然后呢？我们就放多少糖？莓果干或者坚果都可以啊。不可以。哦，你放这个就可以，不用放这个，放这个就。为什么？哎，分一种就可以了。放不行吗？也可以啦。还是全部。放这样也可以哈、哦。哎呀、嗯，好啦好啦，我们一起放。自己放下。嗯，我们。我以为他们会强蹦，不会。一起放可以哈、嗯，可以可以啊。那像把它切小也可以，切小哈，切小一点。嗯，现在不切小也没关系哈。不过切小的话，就会变成每一块里面都会有了哈。哇，嗯，真的好好吃啊。然后拌匀之后，拌完匀之后就放到那个蒸盘。蒸盘要不要抹油啊？不用。嗯，就是不用，嗯，好棒，它不会黏，然后，哎呀，嗯，要蒸多久时间？它十五分钟。电锅蒸十五分钟，那就等于外锅放多少水？一杯一杯的水。嗯，一杯的水就蒸起来。哎，对，好，哎，它跳起来，它跳起来就 OK 了。它跳起来，但是我看到你有芝麻。在最后，嘿，再放撒上芝麻。所以它电锅啪跳起来，哎，我们赶快撒芝麻。待几分钟没关系，一两分钟，然后再盖起来，哎，再闪它焖一下，哎，焖多久时间？没有焖几分钟，哎，它一分钟就可以了，哎。哦，芝麻一定要最后才能撒，对对对对，最后才能撒。趁它是热的时候撒，它才会粘在上面。对，哎，哦，另一款乌干丹宝，乌干丹宝，你看自己做是不是又便宜又卫生？又营养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，真不愧是小朋友们最爱的老师师姐了，感恩您啊！感恩感恩师姐，就这样，真的很好吃。南枣核桃糕做法是黑枣切末备用，麦芽糕以慢火煮滚之后，再放入枣泥、黑枣末搅拌，将凤片粉。分三次加入续拌，接着放入烤过的核桃碎拌匀，最后再倒入模具里面抹平待凉就可以了。黑糖糕做法是取大碗，放入 1.5 杯的温开水，细黑糖搅拌至融化之后，再加入三合一粉包续拌，再放入莓果干、生鸡果仁拌匀之后，倒入蒸盘蒸约15分钟，撒上白芝麻，再焖煮1分钟就可以了。在网络上造成抢购，人气夯到不行的奶 Q 饼，你肯定不陌生。新速派今天就来到了台南盐水的手工奶 Q 饼店，而这的前身是一家安亲班。我从事补教业有十几年，都是照顾安亲班的小朋友。
我就是会一直尝试去做不一样的，帮跟小朋友变换口味。希望看见孩子们的喜悦笑容，小阿姨利用课余时间研究，做出了口感和甜度合宜的牛奶糖。当初做牛奶糖的时候，小朋友吃 OK， 那我自己吃就觉得有一点甜，所以我就想说可以用苏打饼来综合它的甜，咸咸的饼加上甜甜的牛奶糖就非常的融洽。做出来的成品我都会跟家长们分享啊，之后他们也会带回去跟家人分享，这样口耳相传啊，左邻右舍就都会来说可不可以再多做一点啊。受到大家的赞美跟鼓励啊，小阿姨决定要把这样的好味道跟更多的人来分享，而原本各自在外打拼的姐妹啊，也因此被请回来帮忙哦。结束了补习班，专心投入奶 Q 饼的制作，而延续不变的是补习班的外观，还有跟家长们的情感。所有在这边帮忙夹饼干的妈妈都是原来安心班的家长，他们来帮忙也让他们有就业机会，他们都很高兴。小阿姨她笑着说，虽然制作过程简单，却得要细心照料，因为 Pepper 啊就在这时间跟温度的控制，稍微不注意嘿可是会影响口感的啦。开始就是要开大扒火啊，来浸小扒火，中不断的要搅拌，搅拌来用心照顾啊，了后才能做出最好口感最赞的奶 Q 饼面线。为了要做出品质最棒的牛奶糖，这原料也必须要精挑细选的呢。这是纽西兰的奶油，这是纽西兰的牛奶，我经过几来间的比较，后来发现这是上好的，煮起来上香，上浓，佮上纯。虽然伊的成本哦足贵的，啊，唔过哦，我坚持上好的原料，做上好的品质。把刚煮好热腾腾的牛奶糖利落地给它抹上饼干，再经过装袋就完成了。坚持要每天手工现做，才能够呈现出最新鲜的状态。小阿姨她说啊，不能够为了冲量砸了自己的招牌。因为是纯手工，所以量就没有办法很大量的生产，所以我们的订单就是要一直往后。但是因为好东西，好朋友都说值得等待。香脆的苏打饼搭配浓郁不粘牙的白皙牛奶糖，送入嘴里细细的咀嚼，交织出无限的美好。哇，这三种口味自由挑选，甜而不腻的滋味啊，让人稍不注意就一片又接一片。奶 Q 饼的魅力，大人小孩都无法抗拒。它的那个饼干的口感很好，软硬适中，所以我们特地从那个导演来买。吃过别家跟别家比较之后，因为这家是纯手工制作，然后感觉比较好吃，所以喜欢这一家。订不到啊，所以我就跑到本地来买啊，因为小孩子都很喜欢吃啊，不粘牙啊，家里都很喜欢吃啊。美味的奶 Q 饼也凝聚了姐妹之间的感情，未来她想要把这幅情感的象征移植到包装袋上去，让这一份如牛奶糖般粘稠的姐妹情啊，能够在每个顾客的手中不断的延续下去。